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7月13号，星期四，农历是6月20。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喂，你好。喂。师傅好，师傅稍等。喂，师傅好。你好，你好。嗯。啊，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太长请安，师傅好。谢谢。师傅，今天帮同修看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自己背，不让师傅来背。师傅看一下，53年属蛇的。男的女的？女的。53年属蛇的男女的。嗯，女的在是吧？啊，想看什么讲吧。看一下肠胃吧，因为他以前是那个胃癌，修心灵法门已经好了6-7年，现在吃全素了，最近有的时候掉头发非常厉害，完了看一下他肠胃有没有问题，放生多少条鱼？有。他的肠胃现在我告诉你又开始痛了，经常不舒服。是的，师傅。哎，我告诉你，一看不就知道了。而且告诉你，他的肠胃有个灵性，非常活动的非常厉害，不单单让他的肠胃不舒服，还让他的腰不舒服。啊，是的，师傅，您看的太对了，师傅。嗯，明白了吗？所以这个灵性，啊、师傅，他你说，您说，师傅。哎，我说这灵性要把他念走啊。啊，他还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96张，96张，放生多少条鱼，师傅？1200条，1200条，好，感恩师傅。你叫他，你等等，我还没讲，你看一下他的腿吧，师傅。我的妈呀，我还没讲完呢，小伙子。啊，不好意思，师傅。前面那个女的，你叫她不要经常头上扎一点东西。嗯。哦，好吧。像带笑一样的，你叫她不要扎，好吗？啊，好，嗯，他可能在上面膜啊，或者什么东西，非常不好的，嗯啊，好的，师傅，我要到时候让他听录音，嗯，好，第二个呢，快点，第二个是64年，属龙的女的，师傅，您看一下她腿吧，师傅，嗯，啊，腿不好，非常不好，对呀，师傅，她的腿非常不好，站都站不起来，嗯，痛，啊，师傅您看的太对了，嗯，站又站不起来。而且我看到啊，师傅，您看一下，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这个腿？我看看啊，他这是业障，他年轻的时候杀业很重。嗯。啊，师傅是的，师傅太对了。啊，他的腰也不好哎，哎呀。太对了，师傅，太对了，对的，对的。我告诉你，他的血压都不好，明白吗？是的，师傅。啊。而且呢，人是挺好的，脾气嘛急得不得了。是的，师傅。啊，嗯，对，他就是个急性子，你说的太对了。像男人一样。对的，师傅，太对了。你把他惹急了，他要抽你的。师傅，你说的太对了。你看看他这个腿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腿，我看一下啊，86张。嗯，86张，放生多少条鱼，师傅？他鱼倒放生。鱼放生大概要600条鱼，嗯，600条，啊，嗯，你叫他家里啊，叫家里晚上要放大悲咒啊，嗯，家里晚上放大悲咒，嗯，好，好吧，嗯，嗯，感恩师傅，师傅您看一下，86年属虎的家里的佛台吧，师傅，有没有菩萨来？有啊，观世菩萨也来过啊。啊，观音菩萨来了，观音菩萨，您看一下，来过，嗯，看一下吧。他供了一个太上老君菩萨，太上老君菩萨来过吗？太上老君，来过一次，嗯，啊，来过，好，感恩师傅，最后慈悲吧，最后，好了，不能再讲了，小伙子，你讲的比人家都多了。一般只能看一个了，给你看了3-4个了，好了。啊，好了，啊，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不能贪的，不能贪心啊。是的，师傅。好，是的，再见，再见。嗯嗯嗯。好，那么这个，喂，你好。喂，师傅啊。哎，你好。哎，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了，谢谢。嗯，哎，请师傅看一个85年的牛男的，看看事业。85年的牛。嗯。
过去蛮好，现在有阻碍了。啊。他的脾气，他的脾气要叫他改啊。啊，好。经常得罪人。嗯。有点恶性循环，生意不好了，啊，各方面事业不好了，就开始发脾气。嗯。弄得人家更不帮他好好干。啊啊，好的好的，师傅。我看他自己鼻子上被一根绳子圈着了。嗯。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嗯。那师傅啊，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他借人家钱没还。哦哦，借人家钱没还。哦，好的。那师傅，他有身上有没有灵性啊？我看看啊，几几年的？啊，八五年的牛，师傅。八五年的牛，好像家里有灵性。嗯。哦，家里有灵性。嗯。啊，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他是男的，是吧？男的，对，师傅。啊，他老婆最近老跟他闹。哎，对，嗯，因为他老婆身上有个灵性，嗯，啊、哦，身上有灵性，嗯，啊，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啊？96哈、啊，总共全部，嗯，你问问他看，他老婆过去有没有供过一尊那个观世音菩萨？嗯，回来我问问，好的，师傅，问他，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其实里边不是观世音菩萨，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好了。好的。念小房子，感恩师傅。念小房子不要吵架，好吧？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请师傅看一个亡人，他的名字叫孙永贞，永是永远的永，贞呢是贞洁的贞，女，1986年往生，已经读了600多张小房子了。孙永贞。对。孙永贞。瘦瘦的是吧？嗯，我也不太清楚，师傅。我看到一个瘦瘦的，牙子这里嘴巴有点瘪进去了。嗯，牙齿不大好。嗯，师傅。孙永贞，我看啊。他现在在哪里了，师傅？阿修罗。嗯。阿修罗。哦，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再给他念个108张吧。108张，嗯，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嗯，最后一个，请师傅看一下一个亡人，他的名字叫李振海，木子李，振呢就是一个提手旁一个陈，李振，海呢是大海的海，男，1985年往生的，已经读了300张小房子了，师傅。好像给他看过的。看过了吗？过去给他看过没有啊？弟子过去好像给他看过，师傅。嗯。啊，李振海，李振海，请问师傅，现在他还在哪里？他上不去，一直在阿修罗，嗯，也在阿修罗哈。嗯，他上不去，嗯，嗯，他的嗔恨心太重，嗯，哦，嗯，明白了，明白了，好了，嗯，好的，感恩师傅，弟子今天没有问题了，他们就让他们自己背，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师傅您保重身体，嗯。喂，你好。你好，师傅。你好。哟，师傅，哎呦，这电话简直太发起了，太难打了。是啊，你打进来，赶快说吧。嗯。啊，我问一朵莲花。啊，还在上面呢。嗯。啊，这个师兄修的特别好啊，但是修啊。在那里啊，住了好几万的那个费用啊，他们跟没办法。是的。过去。嗯。还有。7518。男的女的？女的。花瓣有点掉落，还在，叫他好好的努力。嗯。那需要注意什么？嗯，嘴巴讲过头了，听得懂吗？啊，就是渡人的时候讲过头了。对。嗯。
明白。嗯，不要看。还有您看看那个2001年的蛇，他这个学校对他以后前途有帮助吗？他有没有佛缘以后拜您为师？男的女的？是个男孩。有，他很好，他有佛性，这孩子，嗯。他有佛性吗？有，嗯。他可是做了好多。不理不如法的事情，那就是跟爸爸妈妈有关系，没有教育好。第二个，菩萨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没犯错，还有一个孩子犯了错，能够回头是岸的。你要好好教育他，以后才成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听得懂吗？明白明白，我就心想，有时候就得喊。嘴巴厉害的，这个像不像？好了，不像人家怎么跟你怎么跟你学佛啊？好好的听话了，听得懂吗？是哈。哎，好好听话了，傻的嘞。对，那您说，就说我这个跟着孩子这个烦恼的根在哪儿啊？您烦恼它有根哪？我知道根在哪，我就能改了。贪根呢？根就是贪念，听不懂啊？贪就是贪，你就是贪，一辈子贪，到现在还在贪，好好的忏悔。妈呀，我还在贪呢。你还在贪呢？要我的儿子怎么样？要我的儿子怎么样？这不叫贪啊！一点点来的，孩子已经被你培养成这样了，你要让他回头是岸，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话，你要慢慢来，启发他的佛性，听不懂啊？自己拿出个好榜样，太感恩您了。自己拿出个感恩您，你自己拿出好榜样过来，让人家看见你像菩萨，你儿子就自然就会学你学菩萨了。你现在都不像个菩萨，你叫你儿子怎么学你啊？哦哦，什么鸟叫啊？我不知道。嗯，对，那是乌鸦。嗯，对，我这乌鸦嘴，我必须得改，我必须得忏悔。我哎呦，您太，哎呦，太发心了，我听您，哎呦，真的，我太幸运了。开心就好。还有就是，还有就是家里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这叫坟山村嘛，就是原来古代都是坟地，都是看坟的。这个原来这个屋房间气场特别不好。现在您看房子怎么样啊？坟是气场不好，以后有机会能搬嘛最好搬，不能搬的话嘛就自己家里多贴点山水画，每天烧香念经，明白了吗？哦，听得懂不啦？好啦。哦，我这个业障多少啊？66年的嘛。你的业障43。啊？43。哟，我的妈！你呀、啊，就你这个嘴巴，好好改毛病吧，听得懂吗？哎。哎，您说这个左乳房会出问题的，这个左乳房这个业障让我忏悔的怎么样了？还要忏悔。还有，行，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好，再见。让别人打吧。好。您要保重身体啊。那个好几个时间我看电话的都说您要乖一点。所以说您这个肉身是我们众生的，您必须得保护好肉身。哎呀，嘴巴倒挺会讲的，吴女士。是啊，我知道我不开悟，所以说每天有时候读一读5-6篇白话佛法，真的太好了，我就是不开悟。好，现在开悟了。好，挂了吧您。再见再见。感恩您。嗯。这些佛友都是不容易，都在改。一个人要改自己身上毛病很不容易的。喂，你好。哎，你好，哎，陆队长，你好。你好，嗯。哇，太感恩了，给您打通电话了。我女儿是96年属老鼠的，那个她的名字是韩瑜。韩国的韩，周瑜的瑜，一个王字那个瑜。这名字不好的。用不用中间加一个字？我当然要加了，韩瑜了，你怎么不叫咸鱼的啦？太心寒了。宁波人的寒就是咸呐。哦。寒鱼。
麻烦您看一下，我要给他中间加一个什么字。你这样吧，一般的我在电话里都不给人家改名的，你呢最好自己选几个名字出来，我帮他选一下嘛就好了嘛，挑一个比较好的。你可以在网上，你找个会网上的人给他弄一下，有的时候网上弄出来的基本上一个机制就是一个基本的数字还是对的啊，比方说多少笔花啦、有运啦、有财呀、或者怎么样还是对的。我看过就是那个杨开会那个会字好不好，这个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上去走一圈，下面跑一跑，四分钟，好，三分钟肯定不行的，好，好吧，好。哎，那个卢台长，您能不能麻烦看一下，我是69年的鸡，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你有啊？哦。你那个念小房子念了多少张了？念小房子念了，我都没有记。反正应该是不多，就是不多，因为你身上有个小男孩。因为有是堕胎的，那我应该再念多少张？你知道吗就好了，你赶快帮他念掉呀。哦，我念多少张？你现在这小男孩在破坏你的肠胃，你不知道啊？哦，这样。你的肠胃很不好，你不知道的。哦。反正觉得就是不消化那样。啊，什么东西吃下去都不消化，还不知道。还有一个脚，他还弄你一个脚，你的脚经常酸痛，站不起来，关节不好。就是总是抽筋。好了，还要讲吗？他不弄你，你会抽筋的。哦。现在知道了。那我现在要念多少？你给他这孩子至少念49张。嗯。好吗？好的。还有自己要当心啊，你这个我看你这个眼睛啊有点肿啊。对对，最近老是肿。对 对, 对, 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两个，一个多喝点大杯水了，第二呢，睡眠呢，睡的时候要充足。我告诉你，你那个叫吉祥卧吧，吉祥卧。好吧，不要躺着。好吧，四脚朝天，这个很难看的。这个吉祥卧，学菩萨吉祥卧的人脸不容易肿啊。你知道过去生一个孩子出来，你一直让他这么躺着往上，以后大起来就是个扁头，而且是个大饼脸。听不懂啊？要吉祥卧。好吧。好，哎，卢台长，能不能麻烦看一下图腾的颜色？你几几年属什么的？69年鸡。啊，颜色倒蛮好看的，黄的很少，黄的鸡。黄的少。黄的鸡，黄的颜色很少的。黄的颜色很少是什么？三黄鸡。那您的意思是我要头啊，头整天的，我看这个鸡啊，整天这个头啊，这鸡多米啊，说明你嘴巴很馋，很喜欢吃东西。对对，零食不断。好啦，对，好啦，好，谢谢您，卢台长，好好念经啊，好，感恩你，好好念经，好好念经，再见，再见，好，谢谢，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师傅。哎呦，师傅。哎呀，我的好师傅啊，你又打进电话了。师傅，我是问一个网人好吧？那个网人叫李优芳，他现在在哪里呀？鱼叫什么鱼啊？啊，李优是李，勇敢的勇，闯出的一个方。鱼是什么鱼啊？就是干沟鱼啊。不是鲤，不是鲤。啊，鲤第二个字呢？叫鲤什么？啊，勇敢的勇。鲤勇。勇敢的勇。方。鲤勇方。男的女的？方就是芳香的方。芳香。芳香的芳是吧？芳是草字头一个芳。啊，鲤勇方。啊，我看一下啊。鲤勇方。哦，终于被你抄到阿修罗了。
是的，是我上面里打通的，到家去了，哪个是哪个从天上飞了？我现在就是在扫弄小房子。没飞上去啊？现在还在阿修罗啊？喂，还在阿修罗，老妈妈。哎。还在阿修罗。不过嘞，像阿修罗你讲的，现在天上飞了。现在还在阿修罗，没飞上去。哦，我现在在抄多少小房子啊？你现在多少小房子？我看一下啊，你还要抄69张。哦，谢谢师傅。好吧，师傅，我的好师傅。你当心啊，你有个脚很不好，你个脚啊，你有一个脚很不舒服。嗯。我啊。对的，对的，我是你准弟子呀，我这个礼花在天上好不好啊？我是二，我弟子。你还没有拜师。6628，这个礼花在天上好不好啊？你没有拜过师啊？我不是你准弟子，我在台湾拜的。是啊，我在台湾。你拜过之后不叫准弟子了，如果已经拜过了就不叫准弟子了。不是的，我拜过师了，我在台湾拜的呀。那你把你的号码告诉我。现在好不好啊？你把号码告诉我呀。啊，号码就是6628。6628。哦。你这么早啊？6628。6628。哎，6128。6628。哎呦，我这挺好的，你这朵莲花挺好的。哎呦，我现在这里那些讲了，讲话比较多，多念经。我现在就听师傅话，念经，看佛法佛法。你在哪里？我到哪里？哎。是啊，你本来放在香港去那个开好挂好，我飞机票买好了，你后来不去了，就是那个发好，我发好飞机票买好了，我来看你，我看着你，你说我师傅是我父亲，我孝顺你。好了，你好好念经就是对师傅最好。你不念经了，师父就不开心。你好好念经，你看你现在在天上。我好好念经，你晚上从梦里来，你更加加持我，更加的努力念经放生。我来过好几次，你不知道啊？我给你加持过好几次，你不知道啊？啊？我到梦里来过好几次，你不知道啊？哎呦，真的我的好师傅啊！我要跟他努力念心念经书啊！你马上就要带我带上去啊！这个希望接到现在啊！好的，好啦。我在发过来看你啊！好，谢谢。在里面买西洋参好吧？啊，不要。你要想什么？啊，不要。我是孩子，我要孝顺师傅。啊。好，不要，什么都不要。你好好念念经就好了，好吧？啊，好好念念经啊。我是好师傅啊，还有我再问一个，我妈妈是张阿宝，她现在在哪里啊？叫张阿宝啊。哎，张阿宝，我母亲，我要把她传到天上去。阿就是阿弥陀佛的阿是吧？宝贝的宝啊。哎，对。哦，你是现在你功力很厉害哦，你妈妈你已经被你抄到天上了，已经在遇见天了。哎呦，我好师傅啊，谢谢你啊。你最近修得很好哎。我已经正好的念经放生。你最近啊，你最近度了一个人啊，你最近度了一个人呐，这个人本来非常不好的，被你救了，这个功德很大，怪不得的，你度了一个人，哎。我妈妈是好人，在这个地方是好人，她就听上去了，我谢谢好师傅啊，好了，师傅啊，没时间了，我都发过来看你啊，好，我的好师傅啊，好的，我跟你讲，我在台湾这拍的是，我在后面拉你的师傅走的呀，就是我呀，哦，好嘞，再见了啊，加持我，好，加持你，再见。我跟你缘分深不深？深啊，很深的。我修了几次了？你好好修了，我也没给你看，你好好修了就好了，你好好修就永生永世了，不是几次。好，
好吧。到电上去啊，我好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再见。我再发过来看你啊。啊，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我的好，祝你身体保重啊。再见，再见。早点睡觉，就不是运动运动啊。再见啊。哎，再加一个吧，他们真的不容易，要打进个电话。呵呵，哎，嗯，嗯，好了，卡住了就算了，这没办法了。他们很多电话一起打，他有时候线会卡住的。哎呀，真的是，哎呀，哎呀，哎呀。喂，你好，快点快点，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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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啊，不要哭啊，赶快讲话啊，不要哭啊，啊、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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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通了，喂，喂，你打通了，喂，你打通了，喂，你已经打通了，哎呦我的妈呀，打通还不讲话，喂喂喂，你打通了，没办法没办法，哎，只能看看再换一个吧，没时间已经过了很多了，没办法，只能把它挂了。嗯，挂挂看看后面那个能不能幸运一点。哎呀，打通了都不看，哎呀，哎呦，怎么跳不进来的电话？啊、嗯，哦，那个没关掉啊，哎，要命！你看到现在还没关掉，好了算了。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